这个位置有一点点指甲太长，运动量大造成的。就一点点，后面的还好，不疼吧？哎，这个缝就露出来了。扎在这里的。这边疼不疼？还好是吧？这边没什么事，就一点点，很轻微的一点点。好了，就这一点点。那指甲挺长啊。